经点名陈明通，我们早就点名了，他现在是内部的点名，陈明通应该下台了，下西下井，真的他是台大的一颗屎啊，他再不下台，台大就继续的被他拖累。陈明通真的好意思这样子吗？脸皮比城墙还厚，到现在这样子，什么事就是一匹天下无难事啊，只是因为小一挺你。蔡英文，我们公开呼应蔡英文，没有陈明通，我们的国安局长就找不到人吗？我们的国家安全出问题吗？陈明通有这么伟大吗？一个这么样子的，把台大国安所学电话，玷污台大这么高的学府的一个台大前教授，还坐在这个位置。蔡英文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不要忘了，蔡英文呼吁你的支持度现在已经跌破四成了。你不要以为你支持度还有五成，你不要一直在迷信于你的八百多万票，没有啦，你没有八百多万票啦，已经减了好几百万了。你罩不住陈明通的。